俩顿饭了。新年午餐，俩紫米饭。我俩人。俩人真好。俩人这还不够吗？俩人够，好香。来，这样香菜。香菜味儿真好闻。我最爱吃香菜，小鸡炖蘑菇。我也爱吃香菜。香菜，那鸡翅，鸡翅。这鸡翅让人出轨。跟谁出轨？咱得吃鸡翅了。你咋懂得这么多？麻辣香锅。你这年纪大了吧？什么都得懂点啊。多大年纪？芳龄多少你？二十有五。二十有五。好老你。来来个丸子。你已经不是小鲜肉了。好嘞，谢谢。白菜。白菜。蘑菇，我这俩人拿的有点，这个盆还是少。哎呀，够吃就行。咱们不要吃啊。够吃就行。咋不吃饱了？哪儿没去练？哎，真是出轨了他，果然出轨。这是鱼。好嘞，谢谢。还有鸡蛋汤，一会儿回来盛啊。开始干